摘竹笋，摘竹笋去了。今天我们上山看看有没有竹笋，希望不要打空。嘿嘿。今天跟姚妈一起要爬山呀，做下运动。哈哈哈。有谁讲？那个不是也是呢？是以前他们这边两边都是山地，他们以前种的。只是说现在荒了，地荒了，没人种了。但是以前种的这些东西，因为地里面有一些种子。以前这山上都是很干净的，现在都已经成丛林了。来，不认识。我是不是浮土啊？这里是我们的山地，这上面种的全部都是桃子树。今天结的挺好的。到了。这片竹子林，但是这个竹子林里面也有竹笋，这个竹笋比较细。我们翻过那座山去后面那片，那竹笋会粗一些。它这路边的太小了，太小了，这个不要，麻烦。但是它也能吃，就麻烦嘛，费时间。竹子的品种也是挺多的，山竹啊、桂竹啊、毛竹啊、楠竹啊。这楠竹比较好，我又挖一大个。这个地方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来过。老妈拿了一把刀在前面开路。有种荒野求生的感觉啊。嗯。荒野求生，咱们这还是差点儿，还得出去，毕竟有点冷。是的，都还有点冷。生活满满，到达目的地了，开始采摘。开始开缸。你这拆的也太嫩了不？你干嘛捧的？干嫩拆。你爬一下米得不？嗯，我黑猫、白猫，我抓到老鼠就是。心态蛮好的。哎呀，咱们不一不一，咱也不有点活的。这个最好戴个手套，我是忘记了，它上面有毛毛。而且很容易刮伤手，这个小，太小了，不要。这个还可以。嘿嘿，今天这个竹笋比较细。这个好像跟那个绿色不一样，一个红色，一个绿色。要妈，这个植物好贵啊，这植物。哇，这个植物好漂亮啊，这叶子跟那个旱荆莲叶子好像啊，好漂亮。然后这个植物藤蔓性的植物也挺漂亮的，还有时候山上看到这种植物也好想挖回去给它种起来，蛮乖的。它还是有点占长得太密了，它阳光照不进来，越长越细。其实稍微给它拔一拔，它空气能透进来的话，它长得会更大一些。这几个还比较大，还比较胖，但是跟佟丽妈那边的比起来，呵呵，还是太小了。像他晕的，对，差得太远了。这个大块太密了，然后加上上面网了一层植物，所以就越长越细。给它拔一拔，疏松一下空间。这块什么大块的？我去年还几年没来呀，要对，好几年没在这儿摘了，之前都是在三家馆摘的，佟丽妈那边。我知道。水的阳光一点点吹，一根葱就不吹了。这个红的好胖。竹笋生吃刚开始是脆脆的、甜甜的，但是吃到后面，可能因为它含有生物碱，还是会有点辣嘴巴、刺嘴巴。那吹不吹？这一节节快起来。我现在呢，刚才少，现在多一些了，因为这里空旷一些了，
那边太密了，就长得很小很细。它这个是越拔会长得越多，长得会越胖，长得越好。越不拔的话就越不长，然后要么就长得特别细。小天哥，嗯，今天还以为会不会跑空，还好还好，有一点点。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看的植物，它开的花是黄色的，也有红色的。寂寞，黄寂寞、红寂寞也挺漂亮的，可能阳光不好没开。我们这山上没有丛菌，只有竹笋。哇，这里面有个，到处都是刺，好多刺。这个长好长了。嗯。这是肉。这有一株棕叶，它的叶子可以包粑粑当绳子用，也可以做成扇子。莲花哪还有这个好棚？好棚、啊。嗯。哎，别手不拉稀的，手手的我给它够的，偷的这个盆的。这个山上主要是路不好走，刺的太多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划伤，而且这个坡也比较多，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去年我的靴子就是因为踩竹笋，然后踩的那个签子上，给它穿了个洞，还好没有搞到脚上，所以还是挺危险的，最好结伴而行，不要一个人来。这梁也太细了，我去年看到有人在街上卖的竹笋比这个还细，我估计就只有这么大一点，要剥好半天。真好吃，好到下面。这土壤还是挺黑的，看上去比较肥沃，黑黑的。哇，好凉快啊！这里，对面这里是个监狱，丁孩就直接把脑睡下面，会对的。这差不多是九十度的角，嗯，但是有桌子拿的，抓到它下来就快了。垂直九十度，这些东西抓下来啊，东西抓，有劲抓，抓。抓着竹子慢慢往下，对，从小在山里面都溜习惯了。哇，
这边好多啊，又小又胖。还是新进来的，你过来的。刚看见在这哈拆，你没过来？这哈的螃蟹，看、啊、这还有三个哈，这三个好胖。这个要烤，胖多了这个。太短了。好多啊，都新鲜的哟。哎呦，这有木耳哎！啊，真木耳有吗？看，那男子他说死了，枯了，枯树。啊，这里地上好多橘子，被鸟吃了，虫子吃了。松块切的。我们这山上好多松鼠，我们家那个天花板上好多，天天他们在我们的天花板上搞运动。因为我们家后面不是有很多树吗？还有一些板栗树，还有很多果子，再堆一个背儿，避免出意外。因为往年有人到山上采竹笋啊，采葱菌啊，就搞迷路的、搞迷津的、搞失踪的，或者是遇到有蛇呀、啊，哦，有些蛇隐蔽性比较好嘛，你看都看不到的。哇，这还有三个小的。太小了，这还有一个。靠山吃山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这个半袋子了，其实这一剥了也没多少。这个也是一种蕨类植物，这个蕨不能吃哦。不过有些地方把它当做庭院的植物，种植起来也蛮乖的。这是刚长出来的新枝。现在我们要钻出去，哎呦，把草图管吃虫去了，我去到你家坑子上。妈，你就晃了，我要拖啊！我要从这下去，我去拍那个虎耳草，去拍那个虎耳草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是特别壮观。这个因为地上很多被砍到的竹签子，所以要特别小心。哎呀！糟了，我的屁股被刮坏了，被这个竹子把裤子刮了个洞，嘿，损失了一条裤子，看，刮了个洞，幸好没有扎到屁股里面去，扎进去就完了。看那地上，这就是虎耳草，这些整面墙壁都是的，哇！太美了，这是它的花。这边是背光的，比较阴凉潮湿。这是一块岩壁上，岩壁上有一些青苔，是一种中草药，好像它也能当野菜吃。这边全是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虎耳草，哎呀，怪好看的。脸都要刮花了！天哪！啊？哦，来的。哎呦，头发，终于。注意过来！对，两边都搞得焦疼。是的。哦。哎，手都刮出口子了。哎呀，这才看得到，关键是木子。这上面好凉快。哎呀，还是上面好。我们这山上有时候会有些冻的，所以说不熟悉的地方啊，
千万不要一个人去，万一掉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个洞，这么空旷，虽然不是很大，啊，但是有潜在的危险。对，这掉下去了可咋整？嗯，哦，我等我喝点水，来补充一下能量。来，不用不用，这狗的一个都像妖怪啊。皮都散发了，竹笋20块一斤都不买，只够自己吃了。晚上肯定忙了。你晚上吃的什么月饼？走了，返程回家。现在开始重装徒步，重装徒步，很大，没多重，应该。30斤左右吧，30不重，不重吗？怎么你摸了一个东西？30斤可能是有点，我那不行，不行，咱回去吃子。还有好多猪肉。对，你我想看着走，可以负重好重吗？我两天骑过那牛奶，换个地方吧，这个地方不好踩。但是主要六十万开车的家哈。对，这是类似的，六十有的，真的挺多。喂，那是你的，反正给我站的。哦，他站住知道，他长得新子气，长得好。你好上这一个光，这个不滑，嗯，很滑。现在把现在稍微有点我就要迷路了，你就走不着了。跟到走走就不得迷路了。嗯，好香啊。嗯，鸟语花香。哦，从这儿啊？嗯。对，你迷路了吗？我背得起。哪是的？哪？我正好锻炼身体。是哎，平地方我背的，刚从那过穿过去了。你看到了啊？在那边上，我没看到，只听到声音。嗯，木桌有坨啊？是哎，我这身上有野坨儿，麻塞的，不然被逼了，你走都走不出去的时候。这就人多，他就听声音消失的哦。我这想跟着喊他的，我卷。人多他就不得忍你。哎，要么还没满意呢。人家叫收获满满。看那边对面那个山上一片都是槐花，那山上的植物长得一个比一个高，谁长得更高谁就有优先生存活下去的条件。到家了，有护种啊，全人的一护种。嗯，那可是我想得完这一包都有30斤啊，30斤。嗯，我怎么不上10斤？14斤，14斤啊，44斤一个七百，44，哇，你咋称斤？20斤你称了？我有20斤。嗯，还有点厚啊。哎呀，幺妈摘了20斤，我们这有30几斤，马上要下雨了，可能跟往年相比不算多，往年都是摘几百斤。在家这个